刚刚制作人插播一个这个消息，就我们 TVB 特别做了一个这个还没有做总统民调，但是特别做了内湖的民调，很重要。说嘉瑜现在目前的态势，支持度是27%，李彦秀44%，然后吴兴代也有13%，看起来是分掉了嘉瑜的这个支持度哦。那我们来问一下嘉瑜，我是觉得照片可以换一张比较有那个 OK 一点的。